野兽都休想从我们手下逃走。又吹牛，都追了两天了。嗯三少爷，该回去了。是啊，这都出来一个多月了，城主催了几次了。啰嗦，你们先回去把猎物分给大家，我们可才刚开始。出发！出发！少爷，三少爷，少爷。哪吒，哪吒，真厉害！每天都把肉送来，追着野兽满山跑，乐得大家哈哈笑。哎，糊涂，糊涂！所谓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这道理你们可明白？城主，我们……哎呀，快把哪吒给我叫回来！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嘛？别想了，听城主的命令，先回去吧。不回去，我们今天可一点收获都没有。哪吒，我们都没有收获，山里的猎人就更没有了。我们这样不管不顾的狩猎，山里的野兽都吓跑了，猎人们又何以为生？这电壶，随他去吧，我们去喝茶。不去不去，光顾着打猎，九叔的功课还没完成呢。知道有功课，你还不早点回来？哟，哪吒，你们几个回来了，快过来坐。六婶来喽。哇，真是想念杜婶家茶的味道呢。天不怕地不怕的哪吒，功课做完了吗？这什么破茶？老板呢？我去看看。这连中原的下等茶叶都不如，也敢称是上等茶？客官息怒，我这杯茶就当是小店请您喝的。哼，当我喝不起茶吗？客官，客官，他怎么这样？乱说一气就想走吗？乱说，笑话，茶不好还不让人说，天下哪有这番道理啊？这发生胡说，杜婶家的茶是全天下最好的。算了算了，客官别见怪啊。你们说，杜婶家的茶是不是最好喝的？你俩说是不是？你们都是怎么了？看不到杜婶被欺负了吗？看到了吧，懒得理你这无知的娃娃。男人怎么这样？你说谁无知？哪吒，不要让他走吧。放开我！你们两个叛徒，听听他都说了什么。哪吒，他说的没错啊。其实自从我家那位不在了，祖传的制茶手艺也随之。难怪。难怪什么？你们也认为杜婶家的茶有问题？哪吒，其实我们早就……你们看不到每天那么多人来杜婶家喝茶吗？那都是大家对我的怜悯啊。天地间万物相生，不可多取，过犹不及呀。哪吒初心总是好的。哎，终归不是正法，陈塘关的困境也不是打几只野兽就能解决的。哪吒，在你心中，杜婶家的茶是大家的精神寄托，在我们所有人心中又何尝不是呢？那就研究制茶，一起把失传的手艺找回来。研究制茶？对呀，重振杜婶家的茶。没那么简单，上好的薄茶只有使用天宫山一处秘境的茶芽才能制成。秘境？
最近天宫山闹起了妖怪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采到新的茶芽了。就是这里了。好啊，妖兽居然跑到这里来作乱，好好教训他们。上。没路了。哼，看我的。是个不自量力的娃娃。上去了，快上来。看来我们的新伙伴本领不小呢。这只臭狐狸抢我的风头。难怪可以产出上好的茶叶。有奇怪的味道。不对劲，还有妹。茶香。还有妹。快点接住。好诡异的白雾。没事就好。哪吒呢？这是物质幻阵。哪吒快出来。哪吒出来了。情况不对，小心。怎么回事？都是因为你陷入了迷阵，还好天狐他